诸位同学，请看四圣地品临次世界第九段下方，观月世界苦灭圣地第七句看起，或名广大，广大了，这两个字不难懂，意思非常明显，可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境界确实不是我们平常啊能够思维想象的。华严这部经是世尊初成正觉，将他所证得的境界详细的为我们做了说明，做了报告。这个报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本是整个报告的提要，纲目提要啊。就像我们图书室里面陈列的四库全书这一部书啊，有一部末落提要，只有五册，而全书呢1500册。世尊这事先成道之后啊，为大众所做的报告是相当详细，那就是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所看到的全文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全文啊，有多大呢？啊，这套书有多大呢？绝对不是1500册，不是啊。龙树菩萨告诉我们，10个3000大千世界为尘迹，14天下为尘品，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这个娑婆世界大千世界容纳不下了啊。为什么10个大千世界为尘迹，你1个大千世界怎么能容纳得下呢？啊，所以龙树菩萨说，决定不是阎浮提众生，
有能力接受的，这话是真的。世尊证道之后所看到的诸法实相啊，不可思议。大本太大了，化身菩萨门受持的啊，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这个当机者是41位化身大士，除这个之外还有中本啊。中本可以说呢是选集，不是全文，全文当中借要选录出来的啊，这个分量比全文呢那就少得太多了啊。虽然少得太多，还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能够接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它的分量还是超过四库全书啊。就是四库全书啊，这一套书我们世间人也没有办法受持啊。我们向商务印书馆买这套书的时候，书店里面的总经理告诉我，这一套了是他们最后的一套啊。我问他你们总共印了多少套，就是300套啊，我们这是最后的一套啊。他告诉我，假使一个人从出生就会读书啊，就会看这个看书啊，每一天看8个小时，看到100岁呀，这部书还没看完，你就知道这部书啊，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能够念得完的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部书好像是一座完整的大学，它里面分很多学院的啊，经史子集就好像是4个学院学院，每一个学院里面呢还分学系。那这一个学系东西分量就不是很多了啊，一个人一生可以在这上面下功夫啊，也能有一定的成就啊。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读书一样，学一个科系，这一个科系念完了毕业了，有兴趣还可以再念1-2个学期要想把学校里所有科系都念完，办不到啊。啊，1个学期4年，10个学期就40年，100个学期就400年，你哪里有400年的寿命啊？啊，我们说这些话，意思就是要你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广大了。而世尊这个
事先成佛之后啊，菩提树下了成等正觉啊，就是成无上正等正觉。他所见到的诸法实相，这是真实说，不是方便说。啊，华严是真实说。这在定中说的，出了定之后，看看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没成熟啊，确实有这个种子啊，就是好像我们看一个儿童，你仔细观察这个儿童啊，有善根啊，细心观察，有来历，这个不是普通人，好好的栽培他，他将来一定有成就这个是要有真实学问的人他才能观察了不容易 啊，有学问，有德行，有经验啊，中国人讲的阅历，他看人看事看得多 啊，他也看这个人能成就啊，他有因他缺乏的是缘呢，缘我们可以帮助他了，所以增上缘呢，啊，这个大乘经上常讲啊，四缘生法，啊，这个生就是成就，生起成就，啊，四种缘，第一种缘呢，清音缘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善根他有善根啊，我们世间人家呢有禀赋有天赋与生俱来的这个不是学来的啊，有这种天赋啊闲事在他一举一动啊，闲事在这个里面啊，因为他还没有遇到缘，但是真正有德行的人能够看得出来，所谓是三岁看八十啊，啊，这个小孩虽然是三岁，啊，你就能看判断他的一生，啊，如果有好的天赋啊，你就看到这个清音缘了，所缘缘、无间缘，这个要协助他，要让他升起。啊，外面给他的呢叫正上缘，这是外力的协助啊，外力正上缘里面最重要的是老师啊，这个是他一生成
成败关键的第一个因素。其次的是同参同学，同学关系很大，几乎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说不受同学的影响，他要有好同学，要是遇到恶友，他就麻烦大了。他这一生可能是作恶多端呐，最后的果报在三途地狱。所以同学关键很大。第三个条件是学习的环境，学习环境包括生活环境。学习不能离开生活，要在生活当中学习，在生活当中成就。这是讲四缘生法。因缘具足，国德就现前了。这个人开悟了，这个人见性正果了，这叫真正的成就啊！这不是世间里面所谓是立功、立德、立业，这不是这些。世间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不算真正成就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会坏掉啊！太阳有冷却的一天，这个地球有崩溃呀，变成了灰尘的一天。你立的什么东西能存在呢？没有办法了。所以佛才给我们讲真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我们看是几亿年、几十亿、几百亿年，很长很长。佛菩萨眼光里面看起来很短暂。千亿年、万亿年，佛眼睛都是一弹指啊。所以真正的成就是什么呢？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那是真正成就啊！华严这部教材，是世尊对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人说的，不是对设法界有情众生讲的。这个是一切诸佛应化在设法界教化一切众生的根本法，就是基本的原理原则。这个教材太可贵了，内容广大，没有边际啊！其深没有底，其广没有边。法界虚空界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！这个课程里头
通通包括了，通通讲到了。所以这个广大的内容是真正广大，不但我们无法想象，设法界的有情众生，这里面包括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、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，都不能够完全明了。龙树菩萨传到世间来的叫小本华严，龙树菩萨看到很欢喜，认为这个分量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行，能够学习，能受持，这个分量是多么大呢？经文有十万偈，有四十品，所以这个小本呢，就是大本的目录提要啊。这个经上每一句话就是一个题目，目录嘛，题就是一个题目。内容不在这，内容在大本，在中本。传到中国来的这个华严经，很可惜，不是完全的本子，只有一半呢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小本华严经呢，要依照我们中文的本子的时候，还要增加一倍。现在中文本子里面，弘一大师教我们学习的方法，是采取八十华严，从第一卷学习到五十九卷，然后接着呢学四十华严，四十华严就是普贤行愿品，也就是八十卷的入法界品，因为这一品是完整的。那么这个合起来呢，一共九十九卷，是完整的华严，中文的译本。那由此可知，这个译本呢，只有龙树菩萨所传的二分之一了。那么小本华严，龙树菩萨传来的小本华严，应该是。至少啊，我们知道是两百卷现在中文的译本里头只有九十九卷，缺少一半所以《华严经》在中国古人称为略本。略本的意思大家明白了，经太大，在古时候都是用手抄本子的，分量太大容易散失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容易散失。流通量
非常之少啊，所以失传就在所不免了。现在在全世界，这一部经可以说保存的最完整的是中文的一本，这个里面的内容所说的是遍法界虚空界啊，一般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讲众生世界了，还有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，都说到了。啊，六本实在说有六本的好处，啊，好在哪里呢？提纲挈领，我们容易抓住重点。啊，华严经学习的重点，我们常讲修行，啊，修行的重点。不外乎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。文殊菩萨代表因地，普贤菩萨代表果地，因果同时，因果不二。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得到普贤菩萨的誓愿，十波罗蜜遍法界虚空界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啊，成就无比广大法门。门门融通啊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啊，这是广大的意思。再看下面第八句，或名觉分，清凉大师在这一个名称有注解，灭名觉分者，所觉处故啊！啊，注解虽然简单，给我们提醒了。觉分是什么意思？所觉之处啊，所觉之处就是苦灭圣地，所以苦灭圣地也叫觉分啊。前面说他这个名字叫广大啊，也称为觉分。这个分在此地当作所觉处讲，
这个意思很深。它是为我们指出修行正确的方向与目标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如果我们的方向目标正确，这一般人都知道啊，你就不走冤枉路了。哎，你只要不走冤枉路啊，不搞迂回，直截了当啊，你就快速成就啊。那真是稀有难逢啊，这个机缘太殊胜了。这是等觉菩萨啊，不是这个化身菩萨，他们在华严会上得到诸佛如来的教诲，佛佛道同啊，那还哪里还有疑问呢？啊，决定没有疑惑了，一切诸佛异口同音。啊，只要证得法身，破一瓶无名证法身，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啊，都会向大家提出圆满的报告。啊，每一个菩萨成等正觉报告的内容都是相同，佛佛道同。那这样说起来，化身菩萨听个一尊佛两尊佛说法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听了。不然每一尊佛出世他都去听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古德教人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。因为你自己没证得，你虽然是化身菩萨，你还没证得。你什么时候证得之后，你也向大家了提出报告。这个报告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是菩萨成等正觉的报告。啊，就像现在我们一般的时候看这个博士论文一样，啊，你拿到博士学位了，这是你这一篇论文。啊，这个世间跟出世间不一样，世间是你先提出论文，然后才给学位给你。啊，菩萨成佛不是的，啊，先真的拿到学位了，然后再提出报告，这个报告就是他的像论文性质一样。这个里面含着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。啊，这个意义就是肯定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。啊，这个化身菩萨我们现在就懂得了。啊，他每一天听经听什么，全是听华严经。一遍一遍听啊，听无数遍啊，听无量遍啊。
他们用功的方法是无功用道啊。听诸佛如来讲经说法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。听一遍，境界自自然然向上提升一级，痕迹都不着，无功用道啊！化身菩萨如是啊，我们怎么样？给你说真话，我们也如是啊。古大德教我们多简单啊！我们读一遍，就是听佛菩萨跟我们讲一遍呢。虽然是第一部经，前面给你讲过了，佛佛道统。每一尊菩萨示现成等正觉，他的报告内容都是相同的。啊，这就是显示出一门深入。无量无数次的重复，熏成无上正等正觉。我们在这个里头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啊，我们自己要想真正有成就，你就决定不能离开这个方法。一遍一遍的读，一遍一遍的听，啊，如果诸位真肯干，真想成就，那么第一桩大事，佛门里面讲你要发心，世间法里面讲你要立志，也就是说你要确定你这一生修行努力的目标是什么，方向在哪里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你这个一生当中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无论你怎样勇猛精进，你都不会有结果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你怎么会成就呢？啊，我这一生能有一点点成就，就是在初学佛的时候啊，老师指导，指我这一条路吧。啊，一生一个方向，就是讲经教学。一个目标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无论处顺境、处逆境，
都没有障碍。啊，顺逆境缘都帮助我提升。啊，张家大师教导我的，啊，渐渐其如家境。我们一生奋发努力，不辜负老师的教诲，不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啊！啊，他教导我们的，我们统统做到了。点点滴滴虽然距离苦灭圣地很遥远啊，可是那个方向正确啊，对准了这个方向，没有偏差了，非常非常难得啊。怎么知道对准方向没有偏差呢？你没有离开经教啊，就不会有偏差。经教很多你要真正想学要一门深入啊，你学太多了，学乱了，你会分心，你意志不能集中，你会产生很多疑惑，会遇到许多挫折障碍，你很不容易突破啊。那么这样成就就困难了啊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一门，一门呢容易突破啊。古大德说得好啊，一门通了，一切门都通了；一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了。佛法通了，世间法也通了，一通一切通啊！啊，所以你要懂得这里头有个秘密啊，秘诀。这个秘诀就是一门深入啊！啊，这个事情呢不能着急。有人呢想求快速的效果，那就不能成功。这个古人常讲的“欲速则不达”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你想快速成就啊，那是个妄念啊，那是个分别执着啊。这个修学的方法是要破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带着妄想分别执着，而且还有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把你的物门堵塞了，你不会通了啊。诵经念佛啊，再勤奋也是古人所说的喊破喉咙也枉然
啊，你是一门，没错，你不能深入。啊，为什么不能深入呢？你着急。啊，你又妄想，想赶快成就。啊，哪里知道啊？你没有妄想，才真的很快成就。你有这一念呢，就把你障碍住了。所以我们念佛，啊，很多念佛的人求一心不乱，求功夫成片，啊，念了好几年了，功夫不能成片，来问我，啊，法师啊，我要念到几时啊，功夫才能成片呢？我就老实告诉他，你这一生呢都没有指望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你念佛夹杂着什么时候的功夫成片，夹杂着赶快的功夫成片，就把你功夫成片这个门堵起来了。所以你一生不可能功夫成片。”你要想着我什么时候得一心不乱，我要快能得一心不乱，你一生决定不能达到一心不乱。你晓得这个道理啊，怎样才能达到呢？一个妄念都没有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那真的你就很快得到啊。几时得到呢？与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有关系。你看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善根福德因缘与前生、与前世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人一个人的成就，无论是世法是佛法，不是这一生。啊，过去生中啊，好多事啊，好多生呢、啊，累积下来的成果啊，啊，所以你什么都不想，我就老实念。啊，我念佛不是念佛是为求往生，但是我不着急。啊，我不是着急，哎呀，我要赶快往生，这一着急反而缓了。反而延迟了。这个东西真是古人所说的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我天天干，干得很欢喜，时界因缘成熟了，自然成就嘛。啊，功夫成熟的时候，这个自然成就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欲知时至。功夫好的人，心地清净人，我们看到两年前就知道，不容易。啊，两年前知道的，我这一生的时候就遇到两个人。头一个是李炳南老居士，他两年前说的。啊，果然，两年后他往生。啊，第二位呀、啊，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林长，啊，上一届的林长，他是两年前预知事实，
功夫成就了，他可以往生了。啊，他告诉李牧原，他想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李牧原求他，居士林人事不稳定，啊，求他多住两年，现在不能走。他想想，答应了，好，好，我再等两年。果然两年往生。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。那我们在书本记载里面看到的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年前他预知事实，他派人到他老家去见他，啊，准备自己往生之后啊，这个身体就放他里头，啊，他都自己安排好了。慧能大师留了肉身了，啊，他的肉身现在还在南华寺，1400多年了，啊，欲知是知，所以不要想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一切都随缘，水到渠成啊！啊，这个时候，阿弥陀佛会通知你，啊，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接应你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平常不能打妄想，啊，念佛一定要懂得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这个才是真正觉悟啊！觉跟迷的差别就是觉没有妄想，迷有妄想我们不能不晓得觉没有需求，迷里头有需求，啊，想早一天往生，那不是觉，那是迷啊。啊，那也许你会问，听说宋朝迎客法师。啊，迫切地求往生，啊，真的把阿弥陀佛求来了，啊，他的愿望真达到了，那是不是妄想？那不是妄想，那是他真心的愿望，他不是妄想。念佛不能夹杂妄想啊！啊，夹杂着疑虑妄想是决定破坏你的功夫，啊，破坏成片，破坏一心，破坏了感应，啊，所以决定不能有妄想，啊，真诚恳切的愿望。知道世间苦啊，知道自己没有发愿啊，啊，这样希求早一点到极乐世界，亲近弥陀世尊，啊，在等待机缘成熟，道家慈航，广度众生啊，这个都是于
灭地是同一个方向啊，同一个目标啊，这个没有过失，没有错误。现在时间到了。